演出的悬疑台剧模仿犯在串流平台播出后创下亮眼的成绩。他平时除了会在社群平台晒出宣传戏剧作品的照片，也时常会和粉丝分享在工作空档外出旅游照片。日前他曾经晒出到北京的自拍照，虽然脸上戴着口罩遮住半张脸，但是全身依然散发女神光芒。最近他则是晒出到苏梅岛度假的照片，发文写下编发洋装夹脚拖，晚安苏梅岛。照片中他趴在床上自拍，放下一头飘逸长发，还在头发上编了一条紫色发带。特别引起讨论的是，他以素颜状态拍照，但是肌肤依然非常雪白迷人，零瑕疵的美貌令网友全都看傻了。还有粉丝惊呼：“你的盛世美颜真的冲击到我啦！”